手感就是很软，很像那种棉花糖，然后是超薄型的那种衬衫，所以在那种很高温、很热、很热、很热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带出门。再来呢，今年呢刷了一个比较浅一点点的色调，做了今年很流行的这种外车线条，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体的线条啊、视觉啊都跟以往的衬衫不太一样，它也是做落肩的，所以这个如果穿短裤啊，若隐若现的感觉非常好看。再来呢，一样我们的衬衫就是手就是非常好活动，还有它是做这种就是比较微飞鼠，所以这边比较宽大。我们接下来啊，春夏装都会有很多什么一字领啊、什么蓬袖啊、荷叶袖啊、公主袖啊，袖子比较大的这种外套全部都可以加进去哦。如果你有一些特殊需求啊、小度假啊，想要遮一下的话，这个呢是可以被绑起来的，大家可以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。长度的部分呢，身高161公分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衣服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，大小长度每个人都可以驾驭。